非常谢谢浪的团队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来这边唱歌给大家听，然后分享我的故事，让我唱到这么棒这么厉害的麦克风。每一个工作人员，然后还有每一个东西就是设定都是这么的精细。我需要一条项链，就立马飞去。头发不行，立马处理。我更可以去体验到、感受到、接受，就是我其实是被你们喜欢、被你们爱，然后我可以分享更多我自己，然后我是可以非常开心自在。有这种的平台了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事情。然后喜欢唱歌的朋友呢，注意了，请关注151592911的动态，你们可以了解参加 Long Studio 的办法。如果你们喜欢唱歌的话，还在等什么？立即下载 Long Life， 我在 Long Life 等你哦。